所起点，咱就要了解。启蒙班就是要把你真正底蕴给悟出来，把你家己自信中的专业给悟出来，把你的德性给悟出来。启蒙班有这能力，不是我只教也成功。啊，今日上这一点，我们台北啊，咱爱上的那王夫人啊，吼，今日一当啊，是咱啊，你知影啊，是咱好吼，是咱台北啊，是核心呢，是咱做咱青年。那我们就跟员工们啊，这堂课哈，啊，咱王夫人就咱知影老辈的是王春龙先生，咱就叫他在电脑上头去的吼。像德高望重啦吼，而且德性可以很高吼，又比咱功夫念念，比咱发功时念念的时阵，好像不能二十年代吧，无休息的。迄个时阵，咱就一年，咱就一年，然后就一年，就一年，迄阵有几个看演出，啊，阵当时咱发念念了后，把咱硬啊，啊，把咱把功夫练挂在嘴里，啊，所以咱学法就简单。经文都念，所以迄个时阵咧，咱王夫人就讲：啊，我这经文当都是咱经典里有咧讲，不是小细经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发起的时阵，咱发觉讲，啊，唔需要教的，所以引出咱台湾的话，啊，对咱这两个王夫人的迄个点开始，所以进步天雕，啊，咱台湾有四种人，啊，进步天雕有四种，头一间，无休息间，三等一间。包括在我们今一季表里面的爱想，啊，咱这个五年里一季落来许多干巴现象，巴是一个新鲜新鲜，就是讲真优秀，啊，一个干部，他当然对伊在对他的肯定，巴是真深啦吼。啊，今日咱来邀请到咱啊，这个五年里，以这个短短五分钟，跟咱做一个分享，啊，所以咱啊，那个生命中间来跟咱。这个时阵，咱做一个开始，啊，我唔好讲教育的时间啦，吼，最好教育各位大家先进一个新的眼光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你们支持，被请到鞠躬，问到礼躬。